日前，林心如参加了一次珠宝展，现场她大方地拍下了一条价值3亿多的项链。她当场表示，这是留给自己女儿小海豚的，外加手上的12克拉钻戒，市值高达1亿。这样一算，小海豚的身价已经4亿多了。不到1岁的小海豚在睡梦中跻身亿万富翁。不仅如此，林心如还宣称每年女儿生日都会为她购置一套珠宝，直到18岁为止。如此看来，等到小海豚18岁，她的身价将不可估量。不过这也有可能是林心如的一个借口，因为她笑言，她不能用的时候我可以先用。林心如爱珠宝这件事其实也不是什么秘密，此前在公众场合佩戴的珠宝首饰大多都是自己的私人物品，个个奢侈，所以能够出手阔绰购置珠宝给女儿也无可厚非。现在看来，小海豚是妥妥的人生赢家了。